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PS4 如何获得最后的生还者二动态主题。但是呢，这个主题呢没有什么特殊的音效，倒是有点失望啊。其实要领取的话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到商城里面输入一下兑换码就好了。我这个是港服的兑换码，兑换了之后我们就会在主题里面找得到了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两套主题的音效对比。没想到吧，UP 主居然也有 PS4。这台主机呢是在2015年，也就是5年前买的。虽然说我也有买了很多 PS4 的游戏，但是我比较常玩的还是 Xbox 和 PC，主玩 Xbox 多一些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